个好天气。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我心气儿高，总想当个官儿。退休了，我的愿望实现了。我女儿塞里正式命名我她老人院的院长。我自我介绍一下 ，Merry Meal Happy Journey， 老人院院长。不跟你们唠了，早餐时间到了。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照下映满了半边天。80岁的老汉是多精神呐、即使支持要不完呐、苗院长早上好 ，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， 这是天津的。Good morning。苏伯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今儿咱吃嘛呀？您老想吃嘛啊？我就想吃天津早点呐、最近咱天津早点火了。坐坐，请坐，看看，看看这 menu。李老太太来了。哎呀，又想李老太了。咱又见面了，给您安排好了，跟苏伯坐一起。谁跟他坐一块儿？看着就烦了。快坐吧，你别不好意思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吃啥呀？这，就是咱吃嘛呀？这你们看看今天的菜单，早上我去拿早餐。好嘞。我看一看，我看一看，我看一看，我看一看。哎呀，接着吃嘎巴菜。饽饽老豆都是我们天津好吃的。嗯，哎，你怎么把我眼睛给戴上？我那是我的。怎么你呢？这不是我的吗？这成你的了？不就是个眼镜吗？啥了不起的？你咋不说你自个儿呢？这不能随便戴的。他上把王老太太把那假牙放桌上，他拿起来往自个儿嘴里塞。哎呀，我就戴个眼镜你就没完了。什么都可以说。就这个事儿，咱不能说。能有啥？你说戴人假牙，也别说。那天我吃嘛嘛香，就也没戴假牙戴。您老坐，别您老的，我又不是没名儿。李老太太不就是你的名字？我爱听啊。那你叫啥名啊？我叫啥了？我叫了吗？我好好跟他说话，我叫了吗？我们天津人就说叫嘛，叫呢就声音大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英文名儿啊，您能叫什么呀？还是美国的外国名儿？你看咱是美国的外国名了，说来听听。叫那啥，我姑娘给我起的叫啥 ？Margaret。四个字儿啊。Margaret。太难叫，你说慢点。Margarita。玛格丽特。哎，对。哎，记得了，好像是墨西哥的鸡尾酒啊。真是的，叫玛格。你就那么记能记住就。你再说一遍，我再听。Margarita。想起来了，撒切尔夫人呢，英国首相了，大家记得吗？玛格丽特。必须的。您是能人呐！好，我得鞠躬。这玛格丽特，我跟你讲那故事啊，都是能人呐，不是正式讲。玛格丽特，早餐到了，哎呀，来，先吃点东西吧。不要胡说了，我是有点饿了。你饿了？哎呀，我就看吃的，我就来劲了。有煎饼果子吗？还得加俩果，过俩果，真的。我那次去洛杉矶之后，我一直在想天津早点，饿的我都这是点心上来了，点心无糖的，
那你先吃，垫吧垫吧。我一会儿豆浆就来了，要不然你又头晕。谢谢谢谢，就很好。还是麻个立刻，哎呦，挺好吃。不行，哪有这样的？不可以的。我们天津人讲卫生的，一个都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假牙那是意外。行，不要再提那事儿了啊！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烫，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哎呦，这不好，谢谢。您这不像啊，太早嘛，我看你念书啊。谢谢。斟一座茶酒凉。哎呦，大人唱的唱的真好。哎呀，唱的真好。好，谢谢。麻格丽特，哎，太厉害了，政治人物，我今天很荣幸啊，和麻格丽特坐在一起。来，吃，要叉子要，在我吃不了东西，你们吃什么？这么多吃的，嚯，谢谢。吃饭呢，不能吃那么多，大夫都和你说了，糖尿病吃饭吃个七分饱。七分饱就够了，这就不对了。我还没吃呢，就要吃七分饱，就吃七分饱啊！好，我也不跟您抬杠了啊。您说七分饱，那三分干什么去？咱吃嘛呢？留着吃药。这三分吃药，我从药罐子。咱人这辈子也不容易，现在有点病就赶紧的就注意，多活几年是几年。想想前半辈子容易吗？我说也不太容易，碰上玛格丽特我就更不容易了，对吧？人家是前首相，是不是？想想过去呀，我也觉得是很难过，满肚子五谷杂粮味道，没文化，那种感觉呀，不叫五谷杂粮，叫五味杂粮。我们以前不就吃五谷杂粮吗？杂粮吃多了。您是领导人物，吃的不是五谷杂粮。是五谷什么？五谷杂陈。五谷杂陈。不见面互相想着，见了面就掐。你别这么说呀，我没有那事，胡扯呢，谁掐？我想他呢。人生不容易，找个合适的就打一个方的恋哪有那事？别瞎说。瞎说，这不像你呀，玛格丽特。咱敢做敢当啊，好汉呐、啊！你也是北京人了，是不是？我记得。北京人咋的？北京大妞非常爽啊。爽啊！那没有的事，你瞎编呢、啊？那不能那么瞎编呢、啊。三哥，你别说了，全分上。好，别说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儿，黄昏恋。和谁恋？和苏老婆恋。有病啊我！和他恋，那什么年龄了还恋？关心革命同志。看人说革命同志把我提升一下，从黑不累变成了革命同志了。必须的。谢谢。好了，李阿姨，您吃过饭了？现在到马春霞马老师音乐课的时间了。啊，对，上礼拜学歌来着。还记得上礼拜学的是什么歌吗？学啥来着？喜羊红。啊，喜羊红。最美不过夕阳红。哎，对，就那个歌，就那个，你记得不？你还知道怎么唱吗？最美不过夕阳红。跑调，人马老师说了，唱歌最重要的是那个音准。你这音要是不准呢、啊，你嗓子再好都白瞎了。我跟这个。这个阿庆嫂已经学到秘籍了，你不要这么说啊！跑调，得这样式儿唱，得这样式儿哈，像拿着话筒，最美不过夕阳红。这样式儿，这是哪的味儿？这是这准。好，我们去找马老师评评，看看哪个音准。对，别忘了 vocal。我感觉他像个斯大林呢。是吗？啊，你这个像斯大林似的。哎呀，大家好天津斯大林。哎呀，您老慢了，小心点假牙呀。哎呀，歪了，正是
夕阳情无尽，老年黄昏恋，痴情亮你眼。谢谢。